是 NYC。灯光下，灯光打开点。好的。好，站到灯光，你起来，对不起。有王明吗？老弟啊，老弟过来，老弟过来，老弟过来，是那个，哎呦，撞死我干嘛？好，正好。我纽约到伦敦，然后大家好，在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还在辛苦的上班吧？可怜的我，真的是很傻很天真，其实很想出来，可是来不了。去英国看你们了，关键是没钱来没腰住，飞机票太贵了，所以来不了。然后下面呢是想给大家说的话，基本上呢就是说本来想拍个视频的，可是呢好像是没时间。这话他妈说了无数次，就是没时间。然后排名不分前后啊，第一个是冠希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说的他不想学本拉登。然后排名不分前后，第一个呢他说拉拉下一次呢我一定来鄙视你。拉拉在哪？拉拉走了。然后冰月他说你好可爱，然后呢听你他说你这个错别字打我都打错别字，然后听你他说你这个小色狼，然后自己去找 MacQQ 的那个视频吧。还有南塔库他说你的英文歌好好听，虽然第一次听到了，是日文的。虾他说虾，下次再做那个单排告诉我，羊排告诉我，然后还有你的那个招牌虾仁炒饭。好，我也要吃。然后接下来是眼皮，他说你是东北第一歌神。胖小胖，他说你该减减肥了。我靠，我鄙视，我鄙视。然后三千，他说把你的后空三千佳丽分给我们一点。没有啊。当然，他说老大要重点，但是不能说，怕人家说他拍马屁。所以呢，还有人。他可能这次不知道小 A 男也过来了，所以他没有写小 A 的话，所以说他如果说你想要听他说的话，你可以找他来鄙视他一下。然后他说 PS 有一个很重点的，就是说拉拉和虾